你在找房子吗？中国报发现了一个超值又超美的项目，现在就带你去看看。Hello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 Eco World 旗下位于 Broga 的 Eco Forest。这里占地总面积高达515亩，而且是 Freehold Title， 就是永久地契产权的发展项目。虽然距离吉隆坡差不多是40公里的车程，可是这里的交通相当的四通八达，有多条大道衔接至此。知名的 Nottingham 大学就在3公里外而已哦。登山客的最爱 Broga Hill 更是近在咫尺，附近还有很多，比如说农业公园、渔场、鸵鸟园之类的休闲圣地，可以说是满足一家大小理想生活的理想家居。辛苦工作一天，如果可以回到这里休息的话，那也太惬意了吧。整个 Eco Forest 呢，是融合了三个重要的元素，就是 Design、Nature 和 Art。先说说 Nature 吧，我相信认识 Broga 的朋友都知道，这边附近有许多大自然的旅游景点。Eco Forest 的位置呢，就是在这一个 Broga Hill 的附近，而我们的整个房屋的设计呢，就是融合了森林的感觉。再说说这个大环境，我们不管是交通圈呢，迎宾大门呢，或者是湖泊凉亭，都像是件艺术品。再看看我身后的这棵 Chubby Tree， 多有艺术气息呀！把整个 Eco Forest 都变成了一件艺术品，因为我们想要把回家的感觉变成度假的感觉。呢的建筑设计都采用了 A-frame 的概念，不管是我们的房屋呢、商店呢，或者是湖泊凉亭，都采用了相同的 A-frame 设计概念。那其实这个 A-frame 设计呢，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屋子的楼顶呢增高了，那你整个屋子里面的空间呢就更加的高。那除此以外呢，整个室内的温度呢也会稍微的下降，那你整个室内呢就比较凉爽。那最重要呢，就是它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空间呢显得更加宽敞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马上去看看我们的示范单位吧，请。这里就是我们最受欢迎的 Artisan Home， 20x65，里面拥有3间房间以及3间浴室。它的客厅、饭厅以及厨房都采用开放式的设计。那整个空间呢就看起来更加宽敞，这就是 Design Nature Arts 里面的 design。 那我们的屋子呢都是精心为你们设计，善用每一份空间。在我们这里 Eco Forest 呢，我们非常注重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保安。我们这里采用的保安系统呢是全围篱保安系统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有我们 Eco World 的辅警负责维持治安以及巡逻。我们即将会有一条新的道路从 Eco Forest 衔接到我们的旗舰城镇 Eco Majestic， 那从 Eco Majestic 就能直达 Lucas Highway。 除此以外，我们在2020即将也有一间新的华小招生。那除此之外，为了让整个社区更加完善， Eco Forest 即将推出它第一期的商店 Linden Way。 那通常我们在推介这个商店之前呢，我们都做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活动呢，来吸引我们的客户啊、投资者啊，或者是公众来参观这个优美的环境。
需要再 wait for it， 现在是 wait no more。今天就预约参观我们的展示厅及示范屋吧。